咁都第一次聽到有網友就公開要求我叫雞，咁所以咧今日就嚟到呢個順德中心呢度咧，咁啊叫咗個二人餐咁樣燒燒地，咁就當四件雞嘅，有薯條啦，有兩飯啦，同埋兩杯汽水，咁個汽水加大版，咁啊係加大版嚟嘅呢個，咁加大咧原來個薯條加大嘅，淨係加大汽水嘅啫，咁啊自己走咗兩蚊到啦，每個餐咁四蚊呢度就，咁跟住咧之前咧就諗過咁點樣食先至叫完成咗一嚿雞咧，食得唔乾淨又好似唔太好，咁所以咧。咁我今次食法應該就成嚿食咗嘅，咁應該希望最後係冇骨剩翻低，咁先計完成。OK， 食幾耐我真係唔知道，因為好少咁樣搶盡食 KFC 嘅。OK， 三、二、一，開始。
教練，大概食咗幾分鐘啊？七分幾。咁啊，算慢啦。咁啊，有啲原因嘅。前段咧，因為咧啲雞咧都係幾多骨啊，咁所以咧要咬曬骨咧，要花咗些時間。咁啊，還好啦咩？咁佢後面終於可以放翻快少少啦。咁啊，食翻啲飯啊，咁樣呢啲幾快。咁啊，結論係乜嘢咧？結論就係我而家都未飽曬。咁更加深一層結論係乜嘢？就係 KFC 嗰個餐咧，真係好唔夠飽肚嘅。OK。今日挑戰到呢度先啦，我早啲下次叫個大啲嘅，分咗可能四人分，可能四人份兩餐，再試多一次。OK， 今日到呢度先，下次再見，拜拜。